这是哪一档？现在是哪一档？这种 怎么看、啊？这样，现在就是手刹车，小踩一下手刹车就解决，就解除了。小踩，小踩，应该是我超不注意的。等一下，我回想一下喽。回想。可是这个新车是不是不用转钥匙？不用，它已经开了，它已经启动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随时打低档就可以走了。对对对对。Oh my god！你这个问题让我很担心。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，我是认真不会。怎么会开了？我们等下怎么走过去啊？走那条是不是？这是哪一档？现在是哪一档？这种怎么看啊？这样，现在就是手刹车，小踩一下手刹车就解决，就解除了。小踩，小踩，你看这我超不容易的。你要先转完再放油门，转几下？你不就？好，教练都会跟我说，你要跟我说一下。你在上路，你不可能叫你转几圈，那是因为那个场地教练很熟了，所以他知道转几圈会到哪边。好，我自己感觉。好，可以转回来了。好难哦，开车，真是好难哦。不会开车。我教练都会跟我说转几圈，你要跟我说转几圈。哎，我不行，我真不行。Oh my god， 谁来救我？换牙好了，然后等一下假装没这件事。要多少？要多少？要躲过去啊！你以你就是你凭你的感觉啊，我没办法告诉你，我这个视角跟你视角不一样。要过来一点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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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右一点点。好，停停停，慢慢的慢慢的上去。完了，是不是要踩油门它才会走？对，踩一点点，就是你刚刚那个轻度可以。对。往右一点哦，好，踩刹车哦，踩刹车，往左边，往左边，好，好好好，好，刹车一直含住，不要用踩，好可怕，左边哦，往左，你的方向盘左，对，就你已经快完成了，觉得我快到了，很棒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很棒，因为其实刚刚那个是最可怕，对，刚刚那个是最可怕，那个下坡我看完就看不到前面哎。还在冷，是要放货车箱吧？要不要放到壁纸上？好。